安安，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卡包是 Grand Archive 的卡包，这是什么卡牌新出的呢？对，而且重点是呢，它是英文的。各位，我好的白手套呢？我告诉你们，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本体的手手是黑的啊，你看，所以呢，我们要负负得正呢。我准备白手套，我打算在情况不对的时候再换上这个白手套。我们先相信负负得正这个原理。原本手黑再加上黑手套，负负得正就是白的。我们先相信这个原理，我们白手套先一旁去，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的卡牌包，叫做 Grand Archive。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盒包装，我都还没拆。这次要开的是《灰烬黎明》的 DLC。破碎皇冠是亚瑟王主题的，对，那个亚瑟王是你们熟悉的亚瑟王，但又不是熟悉的亚瑟王，就是那位亚瑟王 Grand Archive。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那个这一层塑胶袋的包装也都还是有印着他们的那个 logo 的名字，灰烬黎明 An Expansion Citadel of Ashes。 我们今天要来开卡包，而且我们今天这次其实有一个主题，就是呢，我要跟露恰还有蒂儿，我们要 PK 我们的手，谁比较黑谁比较白，就像是我们去抽其他卡牌实体卡牌包一样，什么闪卡啦 U 卡啦，它这里有分 C 卡 Common， 然后 U 卡 Uncommon， R 卡 Rare， SR Super Rare， U 卡 Ultra Rare， 跟 CSR 就是签名卡，总共会有这些等级，然后每一个等级咧都会有闪卡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我王系哥开这一箱的总价值跟露恰还有厄伦蒂尔比，到底谁手比较白？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而且它其实是偏日系一点的画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还蛮多实体卡牌，其实它都是偏欧美系的画风，但是我们这一款 GA 它就是比较偏日系一点的。撕给你们听，等一下，我打不开。戴着手套有点难看，还是我应该要去拿剪刀？好，撕开了。我们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香的妹子。我本来以为这个是精灵之类的，你不觉得她长得很像精灵吗？精灵都是平板啊，那这倒是，她的胸部有点澎湃，那她确实不是。再来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技能卡。这张好正哦，精灵都蛮大的。确实，其实也有蛮大，而且应该说弓箭手系列的精灵都蛮大的。当当当当当！我说大家雪咪苦，确实还蛮像的雪咪苦。刚来一点入直播，发现全身酸痛，浑身无力，感觉什么被抽走似的，各有头绪嘛。那一定不是我啊，我手超黑的。海兔说我第一包超惨烈的。再来，我们的第二张 U 卡是 Action 卡，然后重点是你们看到吗？虽然很小，这张重点就是台湾蜜大腿，还有绝对领域。各位，这张有够香。海兔兔，我的第二包如何？战况如何？心机拉奶。难道我们真的要出动？我第一次手套上戴手套的，这是什么奇怪的操作？我这样很像什么？你们知道吗？米老鼠。大家好，我是王西哥。现在的我有白手套，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说。这张当初好像没有帮他取名字，对不对？这张叫做额头有点高的绿斗篷妹。OK， 高额少女，好这个 OK， 好，这张就叫做高额少女。下一。没事，雀跃的心无法爱，稍待片刻。哦，各位是闪卡我抽到闪卡了，兔兔闪卡，原价 0.07 枚闪卡 1.57 枚。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when you're not really fine, but you just can't get into it. 没事，再接再厉，我们有闪卡就已经不错了，总比没有好啊，对不对？烧起来，烧起来，燃烧各位的祖坟！等等。我一看就看到闪卡哇，初吻啊，出了 SR 的闪卡，海兔兔，哇，这张 8.64 哇，直接等于我前面开三包我这个总该抽地感洽了吧，77777，耶，8.64完啦，下一张，这张是Invert 下面挖哥对吧 ？Invert Beta Agility， 我知道了，这张叫做内内快掉出来，没有，内衣太小件，这张就叫内衣太小件，没问题。感谢 Prosity， 什么？感谢卡片，我正在感谢卡片 ，OK， 感谢 Prosity Fresh 的退休金。
今天这是我们开完卡包的卡包。哎，我还有一包没开，等一下。哎，等一下，海兔兔，我还有一包没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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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算错，我还有一包。哎，我跟你们讲，要是这包出什么 CC 虾米 R 的千卡，还是什么超级闪卡之类的，我就明天开酒闸。等一下闪卡是要 SR 以上的闪卡啊，或者是那个千卡之类的，我就明天直接开酒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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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没有闪卡，但是我们最后一张是 UR。我最后一包开到 UR 欸。OK， 这是我们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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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一张 UR 卡，它叫做 Quick Silver Grail。为什么叫 Quick 啊？很快的，很快的水晶。那它是很贵还是很便宜？这张就叫阳寿吧。好，它这张就叫大家的阳寿，这张就叫做婚教的阳寿。这就是我真正的第二十包。怎么样？透透 ，Tell me the answer。58.49。那其他人呢？欸，我赢露恰，输蒂儿。但是等一下，露恰学姐的手也太黑了吧？露恰 40.69， 蒂儿 63.6， 我 58.49。那我其实还可以吗？我其实还可以吗？我的手也不是那么黑嘛，对不对？哈哈。OK OK， 那我们今天那个开卡差不多就到这边啦、啊。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啊，那这个我们是 Grand Archief， 我们这一个灰烬黎明的主题 DLC 破碎皇冠。然后呢，它的玩法呢就跟一般的那个卡牌有点类似，它是集换式的那种游戏方法、啊，没错。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其实都有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连结那里都有放。大家再见。现在的我有白手套。